应该我一生当中我最少时间教到人哋因子运作咧，系短过45分钟，佢就以后都识因子运作噶啦。但我亦试过教嗰啲人9个钟，真系9个钟，佢亦有资格要我教佢9个钟，佢都一直因子运作。我教9个钟嗰个咧，就系我牧师赵仲权。咁你就明点解？有啲嘢系你逼唔到。哦，系咪因为我识又话得唔得噶？即系就算你我老豆都唔得噶，因为系呢啲我改唔到，呢啲最基本嘅游戏规则系改唔到。你唔系义人，你唔想做义人，或者你做一样嘢已经离开咗义人嘅本分嘅话咧，你因为信心而得嘅好多恩赐系得唔到，因为大家只识恩赐，我就系凭信心嘅啫嘛。再带几个简单同神沟通嘅几个原理，咁咪得噶嘛？哇！你谂下，日华牧师亲自教。教9个钟操作，然后最尾咧就站喺我身上。我谂话你有冇搞错？我教过几多个人？我识呢个级数对我唔系陌生，唔系撞彩嘅。我教过，我直成试过。阿文文应该系识恩赐运作，因为我去你哋嘅补习社，就系讲咗45分钟。我带咗花生去，带咗一袋花生去，咁啊，然后摆喺佢哋头度，咁讲嗰个好简单。其实嗰次45分钟都冇，完咗即刻恩赐运作，佢哋运作到啊，跟住到而家都得。你想我，但我教人哋9个钟教一个所谓叫牧师灵恩嘅牧师，唔识嘅责任喺我度，竟然咁你谂啊，有冇搞错？但我就系遇惯好多咁嘅人，当然啦，以前我卑微身份，但系只能够去观察啦，周围去观察。但系佢哋永远都唔知道喺佢哋身边就系一个人，其实可以带到一条出路。我打从一信主，我其实已经可以带好多出嚟俾好多身边嘅人，但系当然我嘅身份个卑微程度，只能够不断去观察啦。但甚至当我慢慢叫高升的时候呢，始终好多我身边人不习惯，因为我高升得太快。由我开始搞教会，短时间里面过千人，对比香港其他教会来讲呢，完全没有背景，单丁一个我招唔得慢可以做到呢，其实是就算连我回加拿大那里的顶尖你接受不到的。有时候我真的属于好嘢教会他们的，但你连最根基的你教不到，即是都不得。因为始终好得意的，圣经里面有好多真理你一睇就明白。但你神是特登留低一啲嘢咧，系会导致好多人睇极都睇唔到，黑眼嘅。直至到咧，对于我哋得到嗰啲人咧，一讲就会啊系咁啊。但系对于永远得唔到嘅人咧，就错失咗啊，而并且永远都得唔到。就好似譬如我系义人，因信得生，就咁前面义人嗰个字，就呢一句一句咁嘅经文已经难到几多，系咪？起码我相信有历史以嚟两个基督徒，一定有一个基督徒俾呢一句煽到，佢就系睇唔到前面嗰个字。而那个是个 requirement， 咁样。即如果你想想，如果里面讲话以色列人必因信得生，咁你就知道一定只是俾 for 以色列人噶嘛。但系问题我哋睇紧呢节经文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谂住咧，我哋信咗主就自然系义人噶啦咁样。我成日都讲嗰个系称义啫嘛，系咪？我相信呢，净系我讲话称义呢个概念，对于好多教会都系好新。即系佢净分唔到义人同埋称义，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成圣呢啲嘅字眼喺圣经圣殿里面。其实是分得很仔细，但是这些人他们变了没算到晒，但是连入门都未得，即是会众都未到。其实他们就在整个历史当中是学穿白衣的，就是1260人里面，就是告诉他们怎样成为义人，然后就是为义受逼迫，然后跟着就是因为为义而死，这样就变了去穿白衣的会众，即是到时是这样。所以讲回来就是当然我们不在那个光景，但现在弟兄姊妹可能是你一生当中最后一年，那这个改变你就要 welcome， 因为那个是你赚取，在叫做对比他们来讲，起码你不是急难当中去赚取。但最重要就是记住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回忆栽种因当中有很多关于性格上的优质，就是你对比回你自己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你没有那种优质你就改，那你千万不要轻看呢每次改一个小小的优质，因为很多人轻看性格的优质呢，是因为他觉得不能够做给人看嘛，不能够赚到钱嘛，不能够有成就嘛，不能够说服人嘛。但是仍然我所讲，神为我做这么多事呢，我做过什么呢？其实都如果讲走浮，我真的不及得很多牧师的。只在香港我都不是说去匀很多教会分享，因为很多人不收我嘛，是吧？但是我主要真的分享啊，同埋受逼迫啊，但你最紧要我 keep 住嗰个嘅性格，甚至我逼迫都未至于死啊，我都唔系好似有啲人信咗道啊，系咪？
但神留我条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性格还有很多优质可以发展，因为我会遇到的每一件事我都会使到我的信仰和性格用一个最好的态度最好的情操去面对我每一次的无奈的嘛，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学这件事，即听到很多的见证的时候遇到自己撩起自己的矛盾撩起自己的烦躁撩起自己的凶恶或者撩起自己的私欲自私或者贪婪，他就处理他了。其实那个宝贵有机会他处理一个大的性格的修长可能就已经是多过一生之前所有加埋的障碍。因为神真的很重视不是你参加几次聚会读几次圣经，你看法利赛人那些参加几次聚会读几次圣经都没用，他有个温文一点的性格已经差很远，他已经可以好像尼哥底母那样接受到主耶稣了。你知不知道差几远啊？那个一生加埋都冇嗰一个，你嗰底冇嗰一晚，即对比其他法利赛人，绝对其他法利赛人一生啊，每一个一生啊，自己加埋都冇嗰一晚，你嗰底冇对主耶稣个态度，为佢哋喺信仰上赚取嘅祝福。咁当然我哋知道，甚至当主耶稣死咗之后，你嗰底冇都有帮手，系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呢、这个咪就系个性格咯。呢、这个你估佢冇压力噶？有噶，但系你而家大家知啊。哇！永恒里面呢个真系细得啊！呢、这个就系咁啫嘛，佢嘅身份就系遇到呢啲嘅啫嘛，系咪？佢唔会遇到第二啲，但系你哋嘅身份都会又遇到你哋嗰啲，甚至最好意外或者系出人意料咁，先至惊吓咗你哋啲毒素出嚟，咁你咪将嗰样嘢清咗佢咯。呢、这个在神眼中好宝贵。全情寻觅真理，来以受恨痛悲。于是人中寻着善美，求能成就真理，邪情和俗世顺气，愿为神存活最欣喜。只盼真诚随着上帝心坚守真理，寻着你说话藏在我意念里，珍惜记起，跟我主脚中全然奉献，心先敬谦卑，一生信我你导引满载真理。